普通人信奉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可张元英出生就在罗马。作为韩国 IZONE 的 C 位，他十五岁的时候身高就已经来到了惊人的1.71米。在身材压力面前，身为前辈的宋雨琦见到他只能往别人身后躲。当所有女生都在苦恼怎么把自己腿劈长的时候，张元英已经开始凡尔赛的恳求队友把自己的腿劈短，原因是他们已经长到离谱。如果你认为张元英的优势只有身材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2004年，他出生在韩国首尔，据传他是一个中韩混血，父亲祖籍是山东人，随后移居台湾省，最后加入了韩国国籍，经营着一家餐厅。在张元英早期的简历表上，他的名字音译一直用的是汉语拼音，直到后来节目才将其改为韩语发音。从接受教育起，张元英上的就是韩英双语幼儿园，这类学校往往是富硕家庭最热衷的场所，每年的学费至少10万人民币。等他稍大一些，母亲便开始对他进行了全方位教育，长笛、钢琴、小提琴、游泳，凡是名媛该拥有的技能他一个不落的全学。除了艺术方面颇有造诣，他的文化课也是一骑绝尘，曾包揽3次数学经济的金奖。可以说张元英的少年时期就是一个溜冰型战士，几乎没有短板，就连随机性极高的颜值方面他也不落下风。当他出现在姐姐毕业典礼那一刻，星探一眼就看中了他，当即拍板他成为星辰旗下的练习生。张元英之前学习的种种技能都在此时成为了他的加分项，于是仅仅是练习1年多，公司便放心地安排他去参加选秀。事实证明公司的选择是正确的，节目播出期间，张元英的人气一直名列前茅，稳居出道位。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他的高人气竟然成为了节目用他来开刀的理由。选秀冠军出道却被骂是醉水皇族，张元英的 C 位真的是偷来的吗？2019年，女子组合 IZONE 爆出了一桩惊天冤案，前世张元英疑似霸凌队友。从画面中看，人高马大的张元英位居队伍最中间，当日本成员宫胁孝良向他靠近时，他突然用力地将对方撞了一个链组，霸凌事件至此传播至全网。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从另一个角度的视频看，真相便一目了然，是宫胁孝良往后退时不小心撞到了张元英的胳膊，才造成了误会一场。但即便公开真相，仍然有人笃定地相信张元英霸凌外籍成员，因为早在 IZONE 成团的那一刻起，他们就对张元英戴上了有色眼镜。这种偏见起源于一档选秀节目，当时夺冠的热门是日本选手宫胁孝良，而张元英虽然位列出道位，但人气远远称不上第一，可在决赛时出道位排名却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随机摇号，张元英就这样成为冠军。节目结束后，有不少观众控诉节目票数造假，于是一纸诉状将节目告到了警局。经过警方的调查，节目作票行为属实，导演锒铛入狱，而 C 位出道的张元英就是在这时成为了众矢之的。除去霸凌事件，他还被粉丝指控翻队友安宥真白眼。但熟悉张元英的观众都知道，由于长期戴美瞳，眼睛干涩，这种眨眼是他无意识的习惯。张元英也曾多次表示想要改正。而且事发当时张元英只有14岁，如果说他以这个年纪参与进了公司之间的利益争斗，未免有些牵强。有心之人如果将对应节目不公的怒火转移到他身上，把一些小毛病添油加醋成阴谋论，那这何尝不是一种观众对于偶像的霸凌呢？中国粉丝集资223万给韩星张元英过生日，在国内严打集资的情况下，这种行为是太过狂热还是真头铁？今年8月，张元英的中国站子公开了将送给偶像的礼物清单，其中包含奢侈品多达113件，总价值换算成韩币高达4亿。礼物种类繁多，但共同点都是国际大牌，爱马仕、香奈儿、迪奥、LV、海蓝之谜均包含在内。此外，还有一块价值21万的宝珀手表和苹果电脑与耳机。光给偶像送还不够，粉丝就连他的家人也要一一照顾到。给张母的是爱马仕丝巾，给丈夫的是 GUCCI 的皮带，给张元英姐姐的是迪奥的方巾。送礼之行，声势浩大，颇有一掷千金的意味。但今年晴朗行动推行以来，给偶像送礼已经成为饭圈乱象的一种。此前，快乐家族就因收礼行为被点名批评，何炅还发出了道歉文。难道严打集资送礼限制了内娱，限制不了韩星吗？对于这样的质疑，张元英的大粉回应称，集资从去年就开始了，并不是在今年顶风作案。
而且他们还有一个要送礼的重要原因。就在礼品公告发出的前两天，张元英因与新冠患者行动轨迹重合，不幸被确诊感染新冠，粉丝心急如焚，于是将礼品送去慰问偶像。在听完粉丝的合理解释后，看客们发出了最后忠告，希望粉丝没有用父母的钱送礼。但张元英的粉丝却暴躁开麦道，公主就是要富养，钱是我们自己的，我们怎么花用不着你们管。这话说的没有错，每个人都有支持自己积蓄的权利，但在消费的同时也要时刻警惕集资所存在的漏洞。这样子所谓的明细只会给出礼品的最高报价，至于他们到底是几成折扣购入的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而且集资时间线过长，期间大额存款产生的收益也不容小觑，但在大部分的应援组织中，这一点是默认被忽略的。所以粉丝固然有追逐偶像的自由，但请时刻保持理智，在保障自身利益的状态下才是正确的追星。